没想到车载充电器都内卷到了这个地步，50瓦的快充桶，一拉即充，再拉回收，自带的两根伸缩线，从前排直接可以充到后排，让杂乱的中控彻底变得整洁起来，还能任意调节角度。自带的 A 口和 C 口不仅支持苹果安卓超级快充，而且搭配的快充智能识别芯片，低温不伤机的同时，确保上班路上就能快速回满血，彻底让你告别出行的用电焦虑。这款方便又好用的车载支架，推荐你们人手一个。发明这个1托4车载快充的人可太聪明了。方向可自由调节，双线自由伸缩，轻拉即可收回。苹果安卓双线快充，多台设备可同时进行充电，收纳也十分简单，轻轻一拉自动收回，灵活伸缩，避免车内线束杂乱。有了这个，不管去多远都不怕手机没电了。